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主角来了没有，有请我们的小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干冰姐姐。我是 Token S， 有事干什么？我是美丽啊，小美。哦哦。谢谢。哎，你们真的非常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知道他粉非常爱吃？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那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来到北京以后？最喜欢北京的食物是什么？麦当劳。在想答吗？小龙虾啊，嗯，对吗？昨天晚上，啤酒啊，北京大骨，北京，北京烤鸭吗？嗯，烤鸭。啊，啊，对。小龙虾，那你们知不知道最爱吃的他？他是不是平时不会运动？会吧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外星人的我们的运动嘉年华，对不对？我们想不想知道小美平时最爱热运动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采访一下小美。普段どんな運動してますか？跳舞。跳舞。跳舞。麻将。麻将。麻将也算一种运动。OK， 你们喜欢他们的运动吗？他们的运动，他们喜欢的运动。OK， 那运动完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喝一点水？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外星人电解质水。那我们想不想知道他们俩最喜欢喝的口味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。外星人电解质水，どんな味が好きですか？栗子。栗子味道。桃桃。桃子。桃子。桃桃碧琪呢？桃子，桃子，桃子，桃子的味道。哇，感觉我这是荔枝的味道。荔枝口味。荔枝的口味。那你们以后要多买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小美跟 Tuki， 好不好？沈みゆく日の光が
来，马上给大家准备相册二维码，各位赶紧拍照，两边大屏幕，来，相册。